坦克300束之分离器安装视频。首先拆下盖子，拧掉螺丝，将3M泡沫胶粘贴在射灯支架底部，把射灯支架塞入底部，对准螺丝孔位。 拧紧螺丝，把盖子盖回去，组装分线，对准射灯支架孔位，并打紧螺丝。 将3M 泡沫胶粘贴在机盖固定支架底部，对准孔位，并打上螺丝。 对准位置，把机盖固定支架粘贴在机盖上，把所有螺丝拧紧。 最后，我们盖上引擎盖。